是忘不了我，关空调了还那么暖和，没冻人是吧？右下角水花可以看到我们在售的一个库存哈，大家都是可以看到，特别是 BBA 的一个系列，然后我们全场车子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安全试驾的，在重庆店哈，在重庆店，然后这台六 GT 也是一个深蓝色哈，大家是可以看到新到店的一台车子。我几点下播？异地怎么购车？异地有两种购车方式哈，就是 Yes 先生啊。第一种方式呢，就是您来重庆哈进行一个试驾选购，然后我们所有的报告您都是可以当场看到的，这是第一种提车。哈，第二种方式的话，可以线上订购。线上我们把所有的资料 4S 店维保记录包括你觉得 OK， 然后我们线上安排板车给您发过去，当然这个板车费是您自己出、啊、然后您到外地过来的话，有些朋友算机票钱也是要来回几千块，或是来重庆玩一趟也是可以的，就这两种方式哈。第二种就是发送板车，您看一下我们之前发板车还挺多的哈，直接发送走外地啊，内蒙浙江福建哈都有都有啊，最近的话就这两台啊，这一台的话就走到上海啊，送给他老婆的一个惊喜。然后这一台的话是客户到重庆来选了以后，然后提供板车发过去的，他给安排板车发过去，然后他可能要在重庆玩几天嘛，啊，就直接发过去签收，非常方便哈。异地购车一样的买。然后我们家车子的话，报销什么车费？一台车两个点服务费，还给报销车费，我请你吃火锅就可以了。然后外地的朋友的话哈，你想联系我们，点击右下角就可以订车了哈，点击右下角就可以订车了。你买20万车子就4000块钱服务费了，没有其他任何费用哈。在传统市场，一台车子的话，它是要提高车价卖给您的，而且车况不太透明。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，就是市面上的一个二手车新闻啊，负面新闻又这么多，大家都是可以了解到的。X5新款有现车哈 ，Mr. 王有现车的哈 ，X5新款、老款，黑色、白色、蓝色 ，28i、25i 的，右下角免费咨询，这是六 GT。买回来当地可以上牌，也可以上重庆牌啊，也可以上重庆牌。我们家车子的话都是包提档、包过户、包上牌，外地也是可以上的。然后只是你们要看那个排放标准，因为有些国五的城，国六城市哈、啊、需要买的国六车啊，买不了就是国五的。就所有的排放你们要自己查清楚。这台六 GT 是刚到店的哈，2020年10月份上牌，17000公里，价格的话是563000哈，563000。我扫码带您看一下那个等子车况，这一台的话有两处问题哈，有两处问题。第一处的话就是后保险杠有划痕，是轻微的，因为我们 TUV 过检的话，机器检测哪怕指甲杠那么一点的划痕，全都可以看到哈，轻微的。还有一处就是前保险杠有油漆修复，就这两处哈，全车。啊，全车只有两处问题，打红标的就是有问题的。如果说看不清楚，手机私发给你所有的报告，这是一台车子的哈，我大概给大家划一下。轮毂的状态检测全铝，看见没有？没有黄色，状态正常。然后底盘那个图片，主驾驶的成色有没有褶皱？然后这是磕碰的一个那个留底图片。这台是2020年10月份上牌，17000公里哈，17000公里，563000就可以了。领航员在楼下的现车啊，领航员在楼下了。想联系的话就这里哈，火锅仅限一次啊，你要你一直吃吗？白嫖是吧？来，免费咨询就可以了哈，随意点击一个键都可以。如果说家里有那个车子的，可以进行一个置换或者是寄售啊，置换寄售都可以。你不介意什么？你不介意啊？领航员楼下太冷了，太冷了。谢谢关注，640可以定制哈。如果说没有车型，我们全国在售库存，包括你觉得我们家车子现在预算你没有足够，你可以进行一个定制找车。你知道预算是20万以上都是可以来我家消费的啊。然后我们家车子的话，全场都是支持全国联保哈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一些车子，因为前面给大家差不多介绍差不多。哪里关注？左上角关注哈，右下角咨询啊。亲自陪吃吗？我们一起吃呀，一起吃。我把我朋友圈叫上，我把我闺蜜姐妹全部叫上，好不好？一起吃。来，这台1300的一个运动时尚型啊，2017年2月份上户，然后行驶了9万公里哈，行驶了9万公里，价格的话是342000，首付10万块啊，首付10万块，这
一个个喊的不停，什么喊的不停，吹吹啊，关注吹吹。对，因为在左上角可以领福袋，领福袋就会关注吹吹了。在哪关注？不是三年内随便吃吗？一只可爱小粉是小黑粉，你真的很可爱。说句话，我是提供三年六次基础保养，比火锅值钱多了，好吧？然后这个车子的话是前后排的都是带有座椅加热三个档位的功能，包括我们电动调节。哈，1300黑色、蓝色都是有现车了哈，自己可以来试驾的。No no no sir， 我这个台不能啊。店里的沃尔沃 S90 的话有现车，有三台，有三台。好瘦啊，长胖了。你们在这啥呢？我长胖。在直播间哈，我们的一个雪花右下角点进去，免费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哈。然后所有的检测报告哈都是可以看到的。这是承诺书，然后看是服务，对不对？那别家都是可以做比较的。然后目前为止的话，我们重庆店走了1600几十台车，就好多个月。看一下，九个月的时间，走了1600多十台了。比合肥站好看。我们每个店的一个主播都有自己的优势啊，你这个比较是不一样的，好吧？谢谢关注。还没有想看什么车型的可以打在公屏上一下哈，想看其他车型的，特别是你有足够的预算想买一台好车子哈，想买一个放心车，车况透明不会骗你的那种店面，你就来实体店啊。我们的重庆卡爱驰啊，我们都是规模比较正规化的，然后所有的售前售后服务都是提供的。如果去卡爱驰看车买车，绝对是苹果自己洗啊，顺便去体验自己洗。那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有啊。那个雷克萨斯 GX460 要定制哈， GX460 需要定制，3到5天帮您定制找到。如果说找的不满意，可以随时退到我们的一个诚意金哈，因为我们不是交定金找车，我们是诚意金找车，全国的一个朋友都是可以帮您定制找到的啊。1300有的，1300就这两台啊，1300。啊，这是重庆店的一个库存哈，这是蓝色的一个运动时尚型，蓝色的运动时尚型雾霾蓝，34.2万，公里数稍微大了一点，但是时表确实是9万公里啊，9万公里的一个时表。530有现车，530黑色、蓝色、白色都有。点击直播间的右下角雪花哈，免费咨询。看黑色，黑色在这儿。啊，一苦胚的话有哈，好像有，我都给忘了。一苦胚卖得很好啊，一苦胚。还如果说没有，可以帮定制，也可以帮定制。因为目前为止的话，我们国内的不卡奶驰的一个在售库存有500多台现车，而且都是中高端的一个车型。还可以看一下这一台改款的一个1300运动舒享型，它是